刚才跟各位说，要做圆周运动就要向心力。考试的一种题目是问，向心力哪来的？谁给他向心力 ？OK， 地球绕太阳公转，我们当做圆周运动，那它的向心力是谁？就是地球跟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，地球太阳的万有引力，所以是它的所谓的向心力的来源。人造卫星也一样，人造卫星绕地球转，那么绕地球转圈圈，这叫圆周运动，那它也要向心，它向心哪来的？它就是人造卫星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，万有引力，所以这都是借由万有引力当作向心力。因为这边提到了人造卫星，所以课本就跟你介绍一下人造卫星，讲一下人造卫星的一些事，就看一看，欣赏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有一种人造卫星叫同步卫星，同步卫星就是说它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跟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一样，所以对你而言，它永远都在头顶上的一个地方，这样好，跟你一样快，跟你一样快，叫同步卫星，它就会一直监看着在某一点的正上方，在正上方，它在监看这个地方，叫同步卫星。高中那一算，它要多高？它多快？告诉你或者是不用就知道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人造卫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它在天上可以拍很多的东西，叫遥测。遥测，然后呢，这里有写一个气象云图，这是我第一科会带到的。我们有拍卫星云图、红外线云图，就是这样，有云图，然后呢可以遥测，然后拍照，然后就是你们现在呢用的手机有一些地图，对不对？很多地图有卫星的调度，就是这个东西拍来的，给你看它的情况，好，情况追上，然后呢可以追踪 GPS 定位，也是靠人造卫星 做定位的这些东西，看一看，好，知道一下，还可以用。然后呢，这哪来的？你那个旋转雨伞的时候，雨伞上面的水滴要跟着它做圆周运动，那哪碰来的向心力？摩擦力，水滴。水滴跟雨伞面之间的摩擦，当作它的向心力的来源。啊，那个衣服那个也是，衣服那个也是，有摩擦力当作向心力。这个，有人有去看《破风》这个电影吗？破风，破风电影的一开始的内幕是在自行车厂，自行车厂的长怎样？就长图这样，斜斜的。为什么要斜斜的？因为要提供向心力。怎么提供？图上显示，重力向下，地面支撑力向上，合力是平的，平的就指向那个绕的圆的圆心，然后开始做圆周运动。所以它做成这个斜斜，就是让它帮助它提供它所需要的向心力，所以可以绕着那个车厂到圈圈的跑，到圈圈的跑。所以就是这样提供。所以考试问说，向心力是谁？平的那个，平的那个指向圆心，不是沿斜面哦。圆心就是以地板当作圆心，就直接撞地板去了，不是哦，撞地板去了。那如果地不斜呢？地不斜就车子斜，下面看那个什么 GP500 的摩托大赛，它这样子压车叫做压车转弯的，其他车也可以。其他车要转弯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转龙头，转龙头头朝的位置变了，所以车子就会变了，转弯。第二方法就是身体斜下来压车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帅。一弯咻转过去了，压车，压车。当然刚刚讲过了，压得太过分就是向心力太大，那会有另外一件事，我都基本上没有教。压得不够要向心力不足，会发生另外一个惨剧，当然会讲，当然会讲。嗯，所以要压车，但是有报都报过啊，有人耍帅啊，压车压太凶就来残离田啊，就来残就直接下去。OK， 叫做这样，所以提供的向心力压车这样来的，重力、支撑力、合力。要给他的我们所需要的向心力，让他能够转圈圈。好，他向心力的来源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压车呢，有一个可爱的、神奇的，当初网络上疯狂转载的神之过弯哈，它就是充分的利用压车的原理。他国中理化学的不错。注意，它没有摆龙头，它没有转龙头，龙头还是一样直的。它怎么样转过去的？压车，压车，提花向你转过去。
再看一下这个神之过弯。所以你骑脚踏车的时候要转弯也可以，耍帅一下，身体弯一下就转弯了，不需要摆龙头，这样转弯比较帅一点，这样转弯比较帅一点。就告诉你说，向心力的来源，这是考试会考的题型之一，问你向心力怎么来的。最后那个重力跟支撑力的合力，那件事情，请你要了解，要注意。OK。